天气开始热啦，又是时候吃好好味的沙律啊。橙牛油果三文鱼沙律，橙和三文鱼是一个好好的配搭。又开胃又野味，夏天是一个好好的选择。又啱 keep fit 的朋友食啊。首先把三文鱼清洗后油抹干，加入两茶匙海盐、甜辣椒粉少许、黑胡椒粉少许，腌制大概两个钟。沙律酱的材料：蒜米、黑胡椒粒、橄榄油四茶匙、盐、苹果醋。百里香、柠檬，把蒜米切粒，然后油压碎，变蒜米蓉，然后又加入玻璃樽里面，把百里香又切碎。又加入玻璃鏟里面，把柠檬皮刨丝，又加入玻璃鏟里面，把柠檬榨汁，柠檬汁又加入玻璃鏟里面，加入苹果醋四汤匙，加入胡椒粉和盐少许，把所有调味料捞匀，腌制咗嘅三文鱼煎香。又加上一汤匙沙律酱在三文鱼上面。咁我哋嚟睇下沙律嘅材料啦。煎香咗嘅三文鱼：车厘茄、牛油果、橙、青瓜、西芹和芫荽，争啲漏咗添。西生菜啊，南瓜、紫仁、洋葱、黑胡椒粒和盐、沙律酱，把所有蔬菜和瓜清洗后，把西生菜切块，把芫荽切段，青瓜切块，车厘茄切半，西芹又切块，洋葱又切块，
把所有切好的蔬菜放进大碗里。把橙剥皮，然后又切块，又放进蔬菜上面。把牛油果又切块，今次牛油果太熟啦，冇得选择都照用啦。所有蔬菜切好啦，又加入煎香咗嘅三文鱼喺蔬菜上面，又加入两汤匙南瓜籽仁，又加入所有沙律酱捞喺蔬菜上面，再加入少少胡椒粉和盐作调味，把所有蔬菜和调味料捞匀。橙牛油果三文鱼沙律大功告成啦，准备食午餐啦。橙牛油果三文鱼沙律话咁快又完成啦，我们下一条片再见啦，大家都要好好保重身体啊。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See you again in our next video. Meanwhile, take care and stay safe. Bye bye.